深沉。你醒了，是急性阑尾炎。我怕那边的医生看不好，所以带你回了上海。难怪那么痛。为了急性阑尾炎回上海，太小题大做了吧？这个病说大也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既然已经回来了，我们就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就好好养病。渴不渴？我刚刚给你倒的温水。我想坐起来。好，你离我近点，大声说话累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上辈子死后没喝孟婆汤。那老婆婆放过你了？可能因为我没做过坏事。那就是因为我做了太多的坏事，所以老婆婆逼我喝了孟婆汤。你特别好。我特别好。你知道我以前什么样？对啊，我上辈子认识你。你怎么不反驳我呀？我不想反驳，这种假设也没什么不好。等我年纪大了，我也学牛顿那样，转投神学。因为我啊。因为你。那我罪过可大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饿了？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等等我啊。余生续写的诗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。这干嘛的呀？这个用来剥核桃的，全是他准备的。啊哈哈！切这么精细，吃起来就是不一样。我发现你嫁人之后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呀。哪里提高了？说不清，屋子一样，人一样，但氛围不一样。过去是单身宿舍，现在是家。有讲究的男主人就是质的飞跃，生活滋味在细节。男主人给了细节。哎，那你们俩原来一起住的时候不吃水果零食吗？吃呀，就想吃的，往这一靠。十一，今天咱们还没吃水果呢。然后我就去厨房伺候他去了。哎呀，看来我以后这日子啊，不好过呀。认命吧。好了。怎么说呢？他追得这么真诚，给他一个机会吧。咱们这么说话不打扰他吗？我书房装着隔音墙，他听不见。6点钟准时出来做饭。他做饭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想过来问一下，你身体有没有感觉不舒服的地方？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？要不要再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？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就跟我讲，我去帮你做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继续，我去工作了。去吧。
就这么整天不上班，在家照顾你啊？嗯，他请假了，为了我。嗯嗯嗯嗯，任重道远啊！我努力，我努力。